你好了吗？没事，可以先笑一会儿。一开始的状态应该是这个东西上，然后我就一直拿着电话，没事，反正可以剪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也不想来太多回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对，如果接电话的话，你应该是不看台词的，你背下来了，先看一下。有点尴尬的哦。尴尬，不会。那我非常开心聊天，请问您上次诊疗结果还满意吗？您选好诊断，太好了，我为您感到非常的高兴。请记得，哎呦，说话太难受了吧？请记得要一直遵循医师的嘱咐进行相关的测试哦。你可以换成你自己的话，哎，记得要听别人的话哦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就可以，意思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好。现在已经拍不到你的台词了，等会我再把镜头缩回来就可以了。哎，你自己随时开始，好，就是可以切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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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是的，非常感谢您的回电。那请问一下，您对上次的效果还满意吗？有明显好转是吗？太好了，我为您感到非常高兴哦。对的，你一定要记得遵循医师的嘱咐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再说多一句，如果您有朋友需要的话，一定要推荐我们诊所哦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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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，先生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拜拜。可以，这样。好的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妈的！没事，口胡是可以，那些也有口胡。其实那些什么那些，就我也有问过一些自己做，他们说一般都是一次就录完了，他们也懒得花那么多功夫，为什么？就一次录完。不用剪辑，看起来更自然一点。你剪了就觉得那我有们要一代次录入感。完吗？不用，我们第一次弄不用那么专业嘛。哦。你也是第一次开这种，我给你剪辑一下，并且有后期的花絮，看起来更加真实。开始。头一掉。开始了吗？好的，拜拜。好，巴斯先生，久等了。我是非常诊所的接待员玲玲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哦，那您是看到我们投放的广告才过来的是吗？那想必您有了解到，我们诊所呢是一家非常特殊的诊所，因为呢，我们更准确来说，我们更像是一个学校里面的心理咨询室。因为我们不会采用任何的药物以及仪器治疗，我们会根据您的症结进行相应的判断，并且制定一系列有助于治疗的日常举措，通过引导的方式呢，循序渐进的帮您解开心结。请问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有的话可以尽管向我提哦。那好的，不错的。好，有的话可以尽管向我提哦。先生，你有在听吗？好的，首先呢，我们需要您的一些个人信息来完善一下您的档案。您放心，您的资料呢，我们只会用于整理里面进行留档，不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的，所以请您放心填写。好的，谢谢理解。那么您的姓名是？您姓名贵庚呢？好，您的手机号码是多少？好，我再确认一遍，是123321123456七吗？好的。那么您的家庭住址是哪里呢？因为我们后期会进行回访，当然如果您觉得不方便的话，可以不填这一项。好的，感谢您的配合，是复兴路。
好的，您的信息已经记录完毕了，请稍作等待，我们马上安排医师进行会诊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疑问吗？哦，您说我们还没有告诉你的症状是吗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是一家特别特殊的诊所，因为从您进入我们诊所那一刻起，我们五位诊疗师已经通过这个摄像头进行会诊了，所以一般情况下呢，他们是不需要通过客人的嘴来知道他的情况，所以请不要担心，如果他们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，会通过这个耳麦告诉我的。虽然我们诊所新开不久，但是我们现在为止那个误诊率还是0%哦，所以请不要慌张。对的，您的症状就是恐女症。我是发现没有耳麦是吧？哎，没事，科幻小说，隐形耳麦。真的吗？